来喽，兄弟姐妹们，我又到海边啦！你看，已经到了黄昏了啊，天马上要黑了啊！走，带你们去抓海鲜，走，出发！你们看，这有个蛤蜊哦，嘿，好像还是个文蛤蜊哦，哇，不错，文蛤蒸蛋哦，啊，那是一个上等的菜哦，嘿嘿，这个收了啊，收了。哇塞，你们看，哇，这有个什么家伙，哇，搁那装睡呢啊！中国版的帝王蟹啊，好丑啊！算了，这个不要了啊，这个。哎，你们看，这个好东西哦，哇塞，黑天了，出来吃饭了啊，要么遇个正着，走，咱们一起回家吃吧，好吧？咱家有红烧肉，好不好？哇塞哇塞，你们仔细看一下，哇靠，哇塞，这么大一只赤哑狐，哇塞，太过瘾了，哇塞，有没有一斤成啊？这个，好吧，点个红心啊，加关注，咱们一会马上直播了。